还好我有甲级猫奴证照，及时赶到。想学吗 ？Mouse 边，我教你。你知道家里的喵星人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喵星来的？对哦，家猫是从野猫驯化而来。早期人类开始发展农耕，并囤积粮食，吸引了老鼠前来偷吃。于是附近的野猫就跑来抓老鼠，成为了人类的粮食救星。他们就逐渐变成现代的家猫，跟喵星人用喵星语沟通，真的有用吗？喵喵喵喵。人类主要以口头语言、音调和脸部表情来沟通，而猫咪则主要以身体语言和气味来沟通。所以喵星语并不是一种语言，它喵只是为了要引起人类的注意。那到底该怎么跟喵星人沟通呢？美国研究人类和宠物行为学的权威米克尔·玛利亚·德尔加多认为，猫咪可能从我们巨大的脸部表情、语音及气味收集了不少讯息。因此，当主人显示出愉悦或是愤怒的情感时，它们就会根据经验有着不同的反应。所以，无论再怎么学猫叫，你也只能得到一脸的猫咪问号。橘子猫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男生。一只猫会不会成为橘猫，取决于性染色体 X 的 Orange 基因。公猫只要有一个显性 O 的 X 染色体，就能成为橘子猫。但母猫则需要两个显性 O 的 X 染色体才能成为橘子猫。因此，根据孟德尔定律，在理想的状态下，三只橘猫里只有一只会是母猫。不过，三花或玳瑁就真的只有母猫哦。为什么喵星人喝水可以这么优雅？狗狗在喝水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完整的脸颊，不能像人类一样封闭嘴巴，做出吸的动作，因此它将舌头卷成勺子状，把水勺起。当时多数的科学家认为猫咪应该也是这样做的。直到有天，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物理学家罗曼·史塔克和他的同事利用高速摄影机拍摄了猫咪喝水的过程，发现猫咪在喝水时只让舌尖接触水表面而没有深入。当水附着在猫舌上后，再把舌头缩回嘴巴里，合上嘴，破坏了水柱的连续性，还能不沾湿下巴和胡须。用机器模拟猫舌后，他们发现猫咪舔舌时会平衡惯性作用及地心引力。惯性作用让水可以在猫收起舌头时进入嘴巴，而地心引力则会把水拉回碗中。为了喝到足够的水，猫必须快速伸缩舌头，产生足够的惯性力以对抗地心引力。只要时间掌握得宜，就可以喝到最多的水。不只是家猫，其他猫科动物像是老虎、狮子，它们也用着同样的机制在喝水。说不定它们个个都是物理系的呢。为什么猫薄荷可以让喵星人超级嗨？1960年代，哈佛大学博士生陶德发现猫薄荷中有一种叫荆芥内酯的化合物，是让猫咪为之疯狂的关键。另一批研究团队则发现，猫咪是借由鼻子的嗅觉接收到荆芥内酯，让我们 get high。这样的反应只会出现在超过6个月大的猫咪身上，而且也有大约1成多的猫咪对猫薄荷无感。为什么会出现对猫薄荷无感的猫咪呢？陶德在1962年发表的研究中表示，猫咪对猫薄荷有反应，其实和显性体染色体遗传有关。假如猫爸妈都是对猫薄荷有感的异型核子大 A 小 A， 那么就有1/4的机会生下对猫薄荷无感的猫小孩。另外，陶德也发现，不只是家猫，其他野外的大猫，像是豹、山猫、非洲狮，也会对猫薄荷有反应。虽然科学解开了猫薄荷的秘密，但为什么猫薄荷能让猫咪狂热呢？这个问题或许就跟猫奴为什么会对猫皇帝死心塌地一样的难解啊。